没有，它不是稀释的，而且它或者是给它，加上一些助剂，让它沉淀起来。沉淀之后，以后再用这个物理先用化学法给它漯合呀，或者是给它，生成其他的化合物，在水里头。第二步就是物理法，物理沉淀法。但具体我得给你，我得给你那个什么。Thank you.